今天呢是元旦，所以我们要向大家送上一些祝福，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可以安心、快乐、健康、平安、美满、幸福。大家看到这个桌子上有很多礼物，哇，这是我们很难得，我们是 Into One 的互送礼物。我们要通过面前的这个抽签盒，然后抽取自己的礼物，这些都是大家准备的，对吧？对，这是五花八门、奇形怪状了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抽礼物了。刘宇先来，刘宇先来，顺顺来吧。第一个会抽到谁的礼物呢？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。好奇，大哥盲抽了，我盲抽了，盲抽了。我先，就是他了，好过瘾。几号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几号？一号。哦，一号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我抽到一号。一号，红色这个是谁的？是谁的？这个吗？对，先问一下，这是你的吗？你猜吧，你猜。OK OK， 不是你的，那就是。好，我们先留着吧，一会儿再一会儿猜，等等一会儿。那我们来揭晓礼物了，先打开以后再说。刘宇吧，是谁的？我猜一下是派派。为什么你觉得是？因为这有个粉红色的兔子，我在哪里很眼熟它。是你的吗？但是我总说不出来是谁，我觉得有像你，是不是你？这个就是，不是我的，是吧？是我的。这个兔子在哪里啊？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兔子，很有意思啊，喜欢。谢谢。好肥美的兔子，就有点抠它。这是你自己装的吗？是，你看啊，我觉得他所有礼物包装里面很用心的。嗯，是那个，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是个活扣，是个活扣，可以试一下。细胞冷吃兔，对，冷吃兔。那我要对派派说什么？祝你 vlog 越拍越熟练，去到中国更多的地方，游玩到更多的山水，然后享受更多的美食。2000 years later， 你是去天津没有吃到好吃的，下次带你去天津吃狗不理包子，狗不理包子煎饼，去天津之眼转一转。这个兔子被按了。刘宇边说边在给自己争取解开这个扣的时间，但是还是没解开。要不你解吧，你要剪刀吗？剪刀需要，兔子好惨。可以了。啊，是什么呢？你先开那个黄色，先开那个黄色。它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，很。那是什么呢？3、2、1！啊！什么？这是一个牛蛋吗？牛蛋！解释吧，我解释吧，就是这样，它有一个小小的 coins 在这儿，它在里面有11个小小的球，每个球一个数字，然后在里面这里有11个小小的 letters。哦，信封吗？信封。所以在里面有11个小小的礼物，比如说我们一起去。哦，这个好好啊，蹦极这种东西，我们一起去还是我教你什么衣服这种东西，你这个在里面啊，你的礼物啊，大哥，你的礼物是啥？都可以兑现吗？好，全部用歌词吧，什么 ？Make it real， 你看一看嘛，肯定，一会儿再看。那你就可以随便，那我试一个吧。OK， 好期待哦，好用好玩的，好用心呢。哇，感觉一下抽到刘宇一下就搞坏了。来，然后你就八号，好，我们打开八号。八号是。你还记得你写的八号吗？我写的太多，哇！但是我希望你读可以读我的汉字，我写的哇哦！有戏了，他还写了汉字，给你脑背，哇呀！哎呀，怎么和有个人的礼物 double 了一天？哎呦，那是这样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对，就是有11个，你可以明天啊，希望你喜欢，希望你喜欢。哇，派派这个让我好惭愧，惭愧了吧？来吧，过，这么回事啊？真的是苹果？上帝的人这么回事？苹果干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会苹果香下啊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礼物呢，我觉得抽到最合适的人用它。为什么？我们知道每次，有些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就有舞蹈的经验，对吧？对。AK 他从小就可能没有经过那么大强度的训练的舞蹈，所以他在我们大强度训练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可能会没有我们那么有素质的坚持下来。所以这个
礼物可以让你的身体暖化。哇哇，在特别在冬天的时候可以让身体暖化。泡脚吧，是泡脚吗？泡脚那种泡脚盆。对，泡脚盆。刀刀呢？这个真的吗？哦，真的。哇，哦耶。哇，好多飞。哇，look at that bro。哎，周克宇，我的那个礼物和他这个你选一个。那我选星光。那你从我眼里，你可以续我咬，我咬下。可以续。等一下，哎，你可以用一次脑补，你画了一个小孩儿。哎，看你送出去的礼物。你啊！拿出来吧。哇！啊，有时候有时候都能动锅。这样，我觉得实在是过不去，那我替你五次。哇，五次也不能看清，真的假的？五次，行吧，五次，对，现在说完还很来得及。三次吧，五次啊，三次，经常五次。三次够了吧？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五次是什么概念，三次吧。对，五次就真的太狠了，就是大礼了。万一机关宝宝接了呢？三次 ，OK。谢谢刘宇，谢谢刘宇。哎，我还以为是一大箱苹果，我真以为是。如果是，是我包装的。不是你包装的，不然不会帮是那个。不会是那个风格，开始吐槽了。哎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要怎么用啊？现在用吧。不要不要，回去。你装水之后，然后把脚放在上面，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加热，然后按摩。特别特别感谢刘毅啊！哎，但是不想说走心的话。我跟刘毅说走心话，总是就是那种就是悄悄的说了，就是很不好意思的。在宿舍偷偷说。谢谢刘宇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作为我们的队长，这么段时间来是辛苦了。刘宇就是我就是最信任的一个人，不能说最信任了又怕我端水，但反正就是我每次有什么特别特别怀疑自己的时候，就是会找大家聊嘛。那有时候就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关于一些抉择，我会怀疑自己的性格的时候，就会去找到刘宇。然后刘宇就是给过我很多次肯定，就是他说他一定要让我坚持住现在的这些就是行为模式，让我相信自己去做那些东西都是有意义。然后我很感谢他，其实有过很多次，我都会在怀疑自己，哎，我做一些东西是有意义的吗？是不是错的？我是不是起了反效果？但每次刘宇都会就是很认真的帮我去分析，然后告诉我这一次是不是对的，这一次是不是做的没有意义。然后我觉得就是让我更坚定了，在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面。所以谢谢刘宇，下次你泡个脚再跟你说。OK。给你们准备礼物，那就是我们每一次付出的舞台，都是送给你们最好的礼物。然后呢，这个礼物呢，可能是没有办法送到你手上，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作品去回报你们对我们的喜爱。所以希望大家永远支持我们，永远支持 Into One。我们对 Inside 他们的祝福和 Into One 互送礼物的环节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天天开心，拜拜，拜拜，新年快乐。